什么了？最爱的颜色，那又如何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，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，怎么了？你消失了。是不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太坏了，下着雨望着你走了，都回不去了，像从前快乐。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，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，在努力的我们最后也离给祝福，祝福我笑着，我却心如刀割，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事到绝口不提要幸福，在你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，变什么？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。哦，李琦来了，把他邀进来。怎么了？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，看过你紧紧拥抱我的面孔，怎么了？你消失了。是不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痛着不笑着你走了。这歌词好难啊。哎，我邀李琦，李琦又不进来。Richard Lee 无法加入。我又被拒绝了。哎，你们是看得到我正在邀请他的吗？让我再邀一次。嗯，看不到是不是？我现在正在，我又重新邀请了一次李琦。李琦疯狂补妆。可以不戴帽子吗？拜托，饶了我吧，我没整理头发、啊，这样好吗？这样不好吧？
晚安，别人中的晚安，又是晚安。我有一种就是，表演过的歌，我就会比较没那么想唱。晚安哦。床当中月色贪恋的交集，在浮于虚词中交映，忙碌的身影，漫漫的长夜，去匆匆的留下感情。哦，你起来了。What's up, bro? 唱，哦，唱你妈脏话。Yo, what's up, man? 好久没看到，哎，你把胡子剃哦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在另外一个直播，然后他们说要剃胡子。哦，你就现你就现现场播，就是一边直播一边剃这样子、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早些时候我剃了。哦，你在直播前就剃了。对啊对啊。哦。我还期待看到你的胡子播。我本来也想，但是，对啊，他们说他们都剃了，所以就叫我剃。那你那样子是留多久啊？三个礼拜吧，两三个礼拜，三个礼拜。哇，那你很这是什么？雄性荷尔蒙很旺盛。还好，好说好说。那你在家？有，你在家都在干嘛？我在家哦，看你的直播啊。屁！我第一次播，你说你在家干嘛？说谎不打草稿。我真的说谎都不打草稿。抓到。欸、我跑来这边，我会被骂。为什么？但因为刚另外一个直播间没有位置了。哦，还有没位置的、哦？对啊，我刚刚本来在另外一个直播间。然后，因为我的那个网络好像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我跳出去，对，然后我想要回去，然后没位置了，没位置，他上线是可能四个人，然后就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你刚刚是跟之前他们一起播是不是？对啊对啊对啊，嗯、然后我不知道你是跟之前他们一起播是，下面留言的人，因为我刚刚找开播的时候就有邀你，然后。哦直播，我没看到，对啊，应该是因为你在直播，所以不会。哦，他们结束了，他们下，哦、我回不去了，他们结束了。变四个，好吧，哎、欸，你后面那一个是什么？哦，你说这个啊？是我在虾皮上面买的，就是一个。背景布，它是一块布。哦，对，我就把它挂在房间。什么 with 什么东西？其实也不知道啊。With pride。Pride。P-R-I-D-E、哦。是什么乐团哦？不是，不是，就单纯我就觉得蛮好看的，我就买挂在房间。嗯。低空空。好哦。你嘞？你现在是在我没怎样哦，我没有挂东西哦、啊。你现在在你房间里吗？没有，我在我的琴房。琴房啊？对啊，书房、琴房。我平常就在这边练琴、看书什么的。太高级了。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很高级，还好。就是我在我的狭小的房间里面。你在你的那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写，我没有看过你房间。李奇爸爸的手机用好了吗？哎、欸，我还没，我等一下要去帮他弄。我等一下帮我爸弄手机。弄什么手机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好像他的 LINE 就是有什么问题吧，要我帮他弄。你知道老人家都会这样。其实我也没有很会用手机。爸爸在下面看直播，哎、欸，爸爸。
没有啦，他没有 IG 啊，他不会用。那、啊、你最近啊，哎、欸，你疫情前有什么在进行中的事情受影响吗？没有哎、欸，都没疫情前，没有影响啊。哦，我改，我原本在，哎、欸，你不是要拍一个踢足球的？啊，没足球那个还没，是那个足球那是前导片，后来有一个要拍一个，就是比较像是，我不知道怎么，但就是有点像帮派的故事，反正就是也是一个片，然后就原本约小偷啊，那一种，没那么 gangster，没那么凶对，，OK，没凶。那你是演什么？我在里面就是一个 不行，我现在不能透露，我还是要哎、拍，欸，不能讲一下你是演什么角色哦？就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一点的角色。好，不然我来问，对你就说对啊，不是你就说不是，是就是。好，你说你。好，你是演男生，这都被你对猜。哦，对哦，好，你好，接下来这个比较难了，你演差不多。30岁以下的男生，你又猜对对，了，我猜对了，你好，好，哎呦，然后你是演小混混对不对？这样太直接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么，我就讲，就这么多了，那 只能告诉我这样子太少了吧？这么多了，真的，我怕我会有危险。哦，你怕你会有，不能剧透，是不是？不能透露。对啊，哦，好吧，好吧。哦，那我不问了。那我们聊个别的吧。来啊，其实跟你没什么好聊的，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可以下播我好难过，开玩笑啊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快拉一首情给我听。开玩笑。我不要，我好累哦。哦我在哟，酝酿睡觉的情绪，哦哟。对，来一首，一起演，是不是有一演起？什么？刚那个角头的电影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跟李琦有演违反校规的跳投，对对对。泡澡，你洗澡了吗？我洗澡了，我今天运动完就洗澡。你在家都做什么运动啊？我就养，就那种一直动一直动，怎么？塔巴塔你知道吗？听就起来。反正就一直动，就高强度间歇运动。哦，好，你呢？你没有解释清楚，就听起来怪怪你呢？的。我就拉单杠啊，拉单杠、伏地挺身，你家有单杠哦，有啊。这么厉害！就架了一个在，哦，架在门上那种。对，但是我的有点乱，给你看一下我的单杠，考拉是什么？我的单杠，哦，来啊，拉，先拉个200下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不行，拉 不我动，帮你数，我帮你数，因为拉我不差不动。多数到200，我就睡着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不，别了，大哥，饶了我吧。像数绵羊啊，我大概只能一次只能拉个15下吧，哦，很棒啊，15下，然后可能拉个3组4组这样，很棒，很棒，好棒。不然没办那你法。要脱了？那你要不要脱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要不要脱了？不要，别闹嗯，了。那你不是练得很好？没有，不行，没有你好。李琦的身材真的是不得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还好。李琦的腹肌，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。李琦腹肌，还好，还好，很团结。我们以前违反校规的跳投，就是李琦的身材是担当的。那多久以前了？你知道身人材，的身材是可以改变的。你手在，我在运动，最好是。真的啦。
那你都几点睡觉？我差不多嘞，我不一定啊。我昨天比较晚，所以我今天要比较早。那比较晚是几点？我昨天蛮晚，一两点吧。一两点就是晚。很晚啊。我现在都，我今天也是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我最近都日夜颠倒欸。为什么？就在家真的没事做，然后就会一直很打游戏啊，然后看。可能看个电影啊，然后什么就天亮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白天做这些事情？这就是一个你不累，你不会想要睡下去的一个恶性循环，你知道？就你就不累，然后就打游戏，然后打一打打一打，然后看电影看，然后终于累了，然后就大概就已经白天了，然后白天再睡下去，可能醒来又差不多又是就是已经下午了。然后又很快就天黑了，这样了解，了解。很难过那欸。不会啊？那你都睡到几？我有时候会睡到3、4点，哇塞，好晚哦！只是没办法，你一天太阳都要下山嘞！只是没办法体会。你这样子很不节能省电呢，你都要开灯了。整天没有，我早上的时候。关灯啊！因为你在睡觉啊。对啊，哦，好吧，好啦，早睡早起比较好啦，好吧？可以想啊，可是好难哦。不会，哎，你有打疫苗吗？我没有啊，你有打哦？我打，我很早就打了。真的哦？什么时候？我很早，2个礼拜前吧。真的哦？你有发烧吗？没有。但我打完疫苗我就一直睡，真的哦？你睡多久？整天打完的那天下午都还好，因为我听说打了之后会好像就是会有些副作用什么的，然后会发烧，但我就在打完之后大概隔1、2个小时，我就直接预防性的直接吃了那个退烧药，所以就没什么感觉，然后。隔天就睡整天，就是超，就异常的累，就一直睡，然后打的那个地方很酸痛。你在笑什么啦？李玉玺说：“躺床直播好性感。”哦，我坐起来，我坐起来。我也躺上，不要那么性，不要那么性感。太性感了。我是趴床。邀请一下玉玺进来，邀请谁？还是李玉玺？还是他走了？都好啊，那你的疫苗是打什么牌子？我打 AZ 啊，哦，对啊，那时候也只有 AZ 可以打，那就反正早打早愈，好，很好，所以你可以出门了，也是没。这个。打疫苗只是好像有比较有防护力，好像因为我现在目前打第一剂嘛，好像是80%的，然后大概2个月后要再打第二剂，了解。因为我家人们都是医疗人员啊，对对对。所以算是比较你说在2个礼拜打第二剂？没有，我说2个月后要打第二，哦，2个月，对啊，哦，全那家，还有阵子。好吧。也去打一打吧，哦，我现在我都没出门，我不敢出门。比较安全。我也都几乎都没出门了，就是出门顶多买食物啦。平好常吧。没事，真的不知道干嘛，所以我现在才会直播。这是我第一次直播，你知道吗？这我此生我 IG 第一次开直播，真的哦，从来我没开。好荣幸哦！只有我进来吗？刚刚有牟俊，徐牟俊，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。哦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可恶，我以为我是第一个。但我是先邀你的，只是你那时候在隔壁，哦，好吧，好吧。后来牟俊上线，我才邀他的。好好好，是，好啦，差不多要睡觉喽。好了，快睡差不吧。多吧。
好，OK，我先去帮我爸修手机。好了，好好，来啦，好，早点睡。我想想，来。你在那边帅还不关？我要怎么离开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等一下。好啦，我也差不多了，我也差不多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。有机会再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。罗罗来了，罗来了吗？罗罗在哪里？罗罗出生。罗罗呢？来，大家想看裸裸是吗？我没看到裸裸啊。妖了妖了妖了。邀请中，正在等待。所以他是上来说声晚安，然后就离开了吗？未婚夫走了，所以他也走了。可能他们要准备洗洗睡了。好吧，你们还有想听什么歌吗？没有想听什么歌吗？罗罗在，罗罗在，罗不在啊！哎，出现了罗罗。啊！出现了。我想，你有邀我吗？有啊，我邀你第二次了。我完全没有看到哎、欸，哇！你感觉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匆忙的，就直接打开了这样。没有，我想说，就是真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有邀我、啊，然后我刚才看到，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又看到你跟李琦，但是我没有。我听到大家说你在线上，我就邀你了。你是不是最近很常在线上？没有，我这是我第一次直播。但你，你 IG 直播没有更新？刚是李琦来，然后现在换你。所以我们你是我们的中间人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然后想说你，我因为我刚刚邀你没进来，我想说，你们是不是要一起睡了？怎么啊？那学姐呢？我们的学姐呢？你的学姐呢？不谢，学姐没。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学姐怎么样？我说学姐没有出现。哦，
玄玄是还是玄玄其实跟李琦一起睡的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这个哎，翻番外篇。好，你刚刚你刚刚是不是问我说我在家都该在干嘛？是不是？我都在追剧、跟看书、跟剧。嗯，追什么剧？你知道有一个卡通叫做《马南波杰克》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它是一个卡啊？哦，很好看是不是？它很好看，它就是讲一个好莱坞巨星曾经在好莱坞的，这完全是虚构的。反正他的角色设定，哎，范江现在是定格了吗？没有，我好，你听得到吗？说话，你一直都听得到是不是？好好，反正他就是讲说这个角色他曾经电视节目就很红，这样就一时可以呼风唤雨的。可是呢，他这个故事开始过气的。哎，你的网络好像不太妙啊。马南非常好看。糟糕，罗罗的网络好像不太妙，罗罗定格了。罗罗，罗罗，罗罗，罗罗退出了，罗罗。好，我们目送罗罗，我们为罗罗默哀十秒钟。好啦，其实也差不多了，也默默的播了，哦，有一小时半呢，不知不觉就这么久了。那，你们还有想听什么吗？最后一首。罗罗回来了，罗罗。啊。网络太烂了。Yeah. 欸，你刚刚是有听到我的声音的吗？因为你在我这边也是转了一阵子，就是你在我这边定格，还是其实是我定格？好像是你耶，因为下面留言都说罗罗卡，罗罗卡。嗯，好吧，反正好，长话短说，我其实已经追完。Oh my god！又在卡，反正我最近有看完一部叫做Houston， 就是也都是在 Netflix 上面有的，就是叫做霍斯顿吧。他讲的是一个服装设计师的故事。然后我觉得，身为模特儿的我们，就是可以去看一下，一代传奇的设计师就是干了些什么好事这样子。哦。他要牵扯到他的人生，牵扯到一些服装史上重要的时刻，这样子。霍斯顿哦，对，他是你知道伊旺麦奎格吗？就拆火车那个男主角演的。你没有看过拆火车？没有。大家范江不在火车啊，你一定要去看。真的假的？拆火车是电影吗？我感觉我要去告那个我的电信公司，欸，也太卡了吧！真的假的？我这边看你现在是顺的啦，只是你的画面太卡了。什么什么？我说我看你的画面是蛮清楚，蛮糊的，蛮糊。对啊，我要去告我的电信公司。你是哪家电信啊？欸，我这样。这样黑他们好哦，好好算了，当我没问，算了，问不要搞。哎，当我没问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没事，今天是跟一个哇，你整个定清晰的范江以及模糊的罗罗直播的。好啦，那你是画质300，我的画质也太烂了吧？好吧 ，sorry 大家，我之后会好好的跟我的电信公司好好沟通一下。总之，范江是不是说他要唱今晚最后一首歌？来啊，最后一首歌要唱什么？最后一首歌，大家开始点播不是吗？你刚刚唱了什么？我刚刚唱的什么？我刚刚就是唱一些他们点的一些什么李玖哲的歌啊、严仁中的歌啊、陶喆的歌啊，差不多。哇哦，那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？是愉悦开心的吗？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我其实在这边坐了一个半小时，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想去上厕所。哦、那我们来一首歌，来憋尿。适合在憋尿这种心情是要，就是一种憋尿，迫不及待，然后有点兴奋，然后有点按耐，感觉好像有一种怎么讲，这是一种恋爱的滋味吗？有一点像，所以很适合唱一首，唱一首就是恋爱，但是是偏正向的状况，就不适合悲歌这样子。他们都写色情人的、欸，但虽然色情人，我好像只问那一句而已。那你就应付唱一句，然后赶快去上厕所。水蓝色情人，我查一下歌词啊，各位，他们都点水蓝色情人的怎么了？你知道什么？说没有，我在念他们点播的歌。有人说周兴哲的《怎么了》，然后还有什么《慢慢喜欢你》，唱过一句也可以，是不是？水蓝色在我眼里看起来很浪漫，我想幻想不再只是让我心安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后面我会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你好。我也不会他的歌，所以范江要去尿尿。你到憋，你是一个习惯性憋尿的人，还是其实你只是今天为了直播憋？我是为了直播，所以才憋到现在。哦，欸，可是那你不觉得，就是说，我们不是都说每一天都要喝到一个，比如说3000cc 的水量吗？你不觉得？对，要喝到那个水，喝到这个。大概是每半个小时要去上一次厕所，对，就是你的膀胱会，你会怀疑自己的膀胱是不是很无力？对，所以其实我后来有看，好像其实不用喝到那么多，就是要记得补充水分就好，可能补充水分就好，但是没有必要就是硬用灌到就是2000-3000cc。对，而且身体一次只能够摄取大概150cc 的水量吧，就是你喝也不能够一下喝太多，其实。一下太多，他们也就只是水被排出去而已，不会对你身体带来任何好处。对，睡前的健康歌，我有人说很好听，你唱错了，我就没有研究歌，我唱错，我是唱错哪个部分？我看一下，对我来，哎、欸，这是雨藤教我的，你们怀疑啊？水蓝色哦，是在你，在我眼里，是不是旋律错了？歌词对，可是旋律错是吗？那、啊、我来看着歌词哦。水蓝色在你眼里看起来很浪漫，或许幻想不再只是让我心寒。阳光晒成一片海，你在我心里承载。这样 OK 吗？没，还要这样还是错的吗？可以吗？你们后没错吧？我都他们好像重点都不想要，已经不管你歌有没有唱对，是这样赶快去尿尿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我去尿尿。好啦，那我真的要下。
看这样的旁观。哦，谢谢我来陪我直播。不会不会，我下次直播的时候你要来陪我。没问题，也邀我。拜拜拜拜，好了，晚安。范章要去尿尿了。对，我要去尿尿了，各位。多喝水哦，多喝水哦。Peace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